好久不见，最近因为跟导演闹了点矛盾，所以网卡了，三也打不开。哎，还好没事。刚刚明明看到杨哥也在，难道走了？杨哥，等等我！两人合力把地上的白骨装进那口大棺材，刚要把棺材盖上，孙先生有些大意，这一下，冷不丁的，那骷髅头跳了起来。杨哥！